爱情观，我好像不太行，我记上哎。因为要帮他翻身 ，Oh no！ Billy 姐的爱情观就是这么前卫。出席《妈别闹了》卡斯发布会，在戏中饰演勇敢追爱的妈妈，而在现实生活中，她理想对象的条件竟是这些。我就是希望能够，假如说有个男生，你不见得要结婚，然后你可以，他又喜欢音乐，他又喜欢时尚，然后他又可以聊得来，然后很幽默，然后最重要他会要会电脑，因为我不会电脑。对，你生活中真的都没有出现，我不相信你这么迷人。我又不出门啊，对哦，去哪里碰到？都宅在家里，管理。而且像我这个年纪的，我真的，我假如说跟我同龄的那种，我经常看到我，他受不了，他心脏一定停掉。我这么辣，对不对？其实姐弟恋还可以啦，所以你可以考虑一下。那如果年纪跟 Nick 差不多，可以？哦，跟你说，你好劲爆哦！不知道要碰你，要碰，要问你，千万不能问他，因为你一定会找他麻烦。那他是会鼓励你去多交朋友吗？他不会鼓励我，他那么机车，看我做什么都要管。我妈妈可以这样讲小孩哦，所以你可能要鼓励。他没有，他偷偷打电话给俊文。你知道他说绝对不可以太累哦。对对对，他有特别交代，不能让妈妈太累。哎呀，没想到周汤豪那么爱管 Billy 姐，不过从那通电话里就可以知道 Nick 对妈妈的关心啦。而许久没出现在荧光幕前的他，身材状态一点都没变，其实全是靠这些特别的养生之道。我从来没有去过健身房，因为我觉得健身房，去健身房是你应该是在家里练好很漂亮，然后去健身房给人家看。因为你健身房大家都会看你穿紧身衣嘛，你当然是练得美美的才要去，那太累了，所以我没有去过健身房。而且跟 Billy 姐运动，她说我从来不运动，但是音乐一下就开始了，你知道吗？我想说，哇，就是天生的。我没有去过健身房，也没去过舞蹈社，我就是我唯一的运动就是走路。对，我不管做什么，就是走路。哦，在家最重要的就是 walk。我每天就会发现秀。因为 Nick 忙，他不在家，我就会放音乐，然后开始换衣服，一直换，一直换，一直换。然后我换衣服就走 K walk， 然后我会戴假发，然后在我 K walk 的时候，我一定会带包包，还穿配鞋子，然后就走来走，就从客厅走房间，房间走厨房。你下次可以约我跟嘉燕去跑。我好爱哦，真的真的。对。对啊。有录下来，就没有关系。谁帮我录？有一个东西叫自拍，但没有观众你也 OK， 自己换得很开心。没有观众你自己更可以，你可以你想干嘛就干嘛，对不对？然后你自己一直笑。可以走多久？你是走路吗？这样一直换走多久？哦，可以走，我可以走很久。对，我还想在你家装摄影机哦，就二十四小时监控你到底在干嘛。好想知道你二十四小时生活，你的实境秀一定会很厉害。Billy 姐这么乐活的生活态度，拍成真人实境秀肯定相当好看。希望未来真的有机会看到啦！完全乐周梦洁报道。